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这样子啊，真的很可爱，超可爱，超喜欢张芸京，所以今天这么多人就是来看你。我真的觉得还蛮惊讶的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在不办演唱会那么快，奶奶要不会回来？我们之前有办台南啊，你们没有来的举手。有来的举手。台南人很诚实哦，真的有来就举手，没有来就没举手。谢谢你们，手放下。就是很感谢，就是有来参加这个演唱会的朋友。那没有来参加也没关系，希望就是超级偶像很快可以再办下一场演唱会，然后来到台南唱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看到啊，要为那个好事什么无微不微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一场绝对不够，两场也不够，最好是哈，每一个月都有钱。爸爸妈妈要担心，我说我儿子每天都叫我带他去看那个超级偶像。我不管，我要看芸京，我要看芸京。好，尽量来，尽量来，尽量来。哦，好。那今天芸京呢，除了送出这张 CD 之外，一个小小艰巨的任务啦，要走失儿童啊。走失儿童。走失儿童。对啦，临时插播走失儿童。三个啊。对，这里这三个叫做。